开心见成你有你讲，欢迎大家收睇今晚莲花卫视嘅直播现场互动节目《澳门开讲》，我系今晚嘅嘉宾主持谭志强。嗱，首先喺呢度多谢琴日打电话嚟嘅观众啦，啊，仲有诶喺互联网留言嘅网友。咁我哋今日讨论嘅话题咧，就系点样睇咧澳门特区政府宣称嘅征兵简政。今日我请咗两位嘉宾嘅，第一位咧就澳门嘅立法会直选议员高天士高生。系，谭博士你好，大家好。第二位就是我哋澳門公共政策學會嘅會長陳卓華陳教授嘅，係大家好，我哋節目好歡迎廣大市民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嘉賓一齊討論發表意見嘅，我哋嘅電話熒光幕上面見到噶啦，就係2878-91922878-9192，我哋好歡迎網友透過蓮花衛視嘅網站同我哋交流，咁網址亦喺熒光幕上面見到嘅，市民亦可以 Facebook 啊臉書上面咧就加呢個澳門開港嘅專頁。我哋仲開通咗一個澳門開港嘅微信公眾號碼嘅，中文咧就澳門開港，英文就 Call in Macau 嘅。咁唔理點好，而家我先睇下今日澳門嘅重點新聞。翻嚟我哋節目現場啦，歡迎大家收睇我蓮花衛視嘅現場互動直播節目《澳門開港》。嗱，我哋好歡迎啲觀眾打電話入嚟，2878-9192嘅。咁為咗俾大家更加了解呢個新聞嘅前前因後果咧，我哋有條新聞片嘅，先睇一睇條片先。近日新上任的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凡被问及在今届特区政府如何落实征兵简政，会否合并部门或调整人手，他表示包括行政法务范畴在内的整个政府都将会有统筹安排，会在日后施政上考虑。政府会作一个统筹的考虑，统筹的安排呢，在包括行政法务范畴都會有一啲計劃，咁我哋會喺施政個嗰度會作一個考慮嘅。不過，根據政府資料顯示，截至到2014年年底嘅公務員總數為32791人，而2015年政府已有計劃新聘2224人，令公務員嘅總人數上升至35015人。咁样一例，上述情况是否就同征兵简政嘅施政理念相冲突呢？数字仲显示，澳门公务员占总人口嘅4.5%，占就业人口嘅7.5%，对比行政效率极高嘅新加坡，其公务员占总人口嘅比仅为2.6%，占就业人口约4%。喺数字嘅对比中，我哋睇到咗啲咩呢？澳门一直以来被诟病的架构重叠、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到底去到什么程度，又要如何去科学评估？究竟需要多少人手才能够有效解决现存的问题呢？好快回到现场了，我大家知道征兵简政就应该是谈何容易的，果然我看网路上才有个留言的，就陈德胜陈生就说什么叫征兵简政是谈何容易。第二條簡訊就話人多就不一定是壞事，人少亦不一定是好事，每件事都有個背後的故事和價值嘅。大氣候不需要你，再強都要下崗，即係失業啦。咁想問一問翻阿高生，喂，又遭到咩風啊？會裁減到咩機構或者點啦？其實首先咧，我哋又唔希望有啲咩裁員嘅情況。係啊，你代表公務員利益㗎。但係人數多咧，或者人數少咧？大家都可以研究睇究竟點樣，但係事實上咧，我哋而家今時今日見到嘅咧，就係政府部門咧非常之繁複，同埋非常之官僚。呢個係事實上，而家任何一個市民咧，如果你去除咗個別一啲政府部門咧，好多咧都係你一去到政府部門咧。你當然你有問題啊，有困難啦，有啲嘢需要佢去幫手嚟去解決嘅。但係我哋見到嘅咧，經常收到市民嘅投訴咧，就係好多時政府部門咧冇一個主動嘅態度同埋建議咧嚟點樣去解決佢困擾住個問題。咁所以咧，一方面咧，市民嗰啲問題。究竟我哋而家咁樣嘅制度、咁龐大嘅政府部門，咁樣每年都開支越嚟越大喺嗰個公共行政嘅開支裏邊，是否真係滿足到咧？兼夾，我哋一定要向住世界各
國的做法就是電子政府，簡化行政手續，兼夾呢看看究竟每一個政府部門它所裏面做的事呢，是不是最後那個結果呢是它想見到同埋市民接受呢種咁樣結果嚟幫助佢解決嗰個問題。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就係嗰個所謂一站式嘅服務，同埋一啲咧就係職能嘅重疊，兼夾咧現時政府部門嗰個不平衡嘅，無論喺人數嗰方面或者喺設備嗰方面。咁而家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人數嗰方面咧，究竟我哋係唔係掌握曬所有嘅信息，令到我哋明白嗰啲政府部門咧，有啲政府部門係的而且確好多嘢做，係需要咧請多啲人。身份證明書咪咯，日日都排長龍嗰度。好啊，咁有啲部門係需要請，但係有啲政府部門咧，因為嗰個時代嘅轉變，因為現時已經係冇咁多需求。他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裡，但是未必那麼多事給他做，所以那個所謂內部調配人手的方面仍然是很差的，就是很多政府公務人員，包括一些所謂中年的公務人員，他由於讀了一些他的學歷增加了，他就上去第二個政府部門，這個政府部門覺得他有用的，是對的，但是不准你轉了，好啦，好難轉到，係啊，除非你認識司長咧，咁你就可以轉到，因為或者你認識一啲人，有啲關係咧，咁你就可以兩邊走啦。有啲人咧好幸運咧，可以做到呢樣嘅，但係有啲人要你辭咗而家嘅職，再去嗰邊喎。係啦，絕大咁啊，連枝蝕到飛起喎，好多損失好大咯。係啊，其次咧就係公務人員嘅穩定性咧，係需要俾佢哋一個叫做咧安定嘅工作，兼夾咧佢對個前景咧係有充滿嘅希望嘅。因為現時十個公務人員咧，得四個係實位，其餘嗰啲係散位。好啦，散位而家最大嘅困難係咩咧？就係佢哋退咗休咧，個生活嘅質素又會跌，因為冇房屋津貼，又冇咗年資津貼。但係實位嗰啲咧就保持翻全部。實位一啲啲喎，2007年之後嗰啲都係公積金制度啫。另外呢一批咧，公積金嘅收入不？咁呢啲咧就係你見到個個同埋包括埋回歸嘅時候收嗰班一筆過嘅咧，全部都要重新打工噶啦。係冇錯啊！所以變咗咧就係呢啲制度係需要改善，兼夾咧你一定要令到佢哋咧個生活嘅退休嘅時候咧生活質素唔好跌。所以最吸引咧其實咧歷史以嚟今時今日最吸引就係保障到佢哋嘅生活嘅質素咧，就係佢嘅退休金，同埋佢嘅房屋。回歸至今啊！好多政府部門咧都係冇做到呢個工作嚟穩定佢哋嘅事業，包括咧民政總署最近我一個禮拜，原來咧佢成將近100间屋咧，只係得30几间咧就係俾啲員工住，其他啲攞嚟做貨倉啊，攞嚟去執物啦，攞嚟去用佢自己政府部門唔夠地方咧，攞啲房屋咧嚟去使用。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好得意咧，就係令到市民都幾反感咧，就係、是。政府咧將近有4000几部車，加埋電單車，但係佢泊位咧自己嘅可以泊自己嘅地方得400个。咁其餘嗰啲咧同市民爭咯。咁呢啲又好古靈精怪嘅嘢，兼夾咧依家咧百花齊放咧，就會見到咧嗰啲政府部門咧就喺啲工業大廈，有啲咧就喺商業大廈就喺度運作嘅。租佢哋點解？即係點解唔可以做一個起一個合住大廈兼夾咧？以前有合住啊，喺南環噶。咁所以咧，不過而家反而冇咗喎。所以今時今日咧，即係其實你要搞好咧，就唔可以再嘥時間，因為已經係嘥咗15年嘅時間咧。去研究啊，又有啲咩路線圖啊，有咩改革？其實咧，根本上呢15年咧，只係好似乞衣嘅衫咧嚟修補一啲部分嘅嘢，跟住咧就建立一啲咩諮詢委員會啊、公共行政諮詢委員會啊，又咩統籌委員會又呢樣嗰樣，但係個效果就唔得咯。同埋做好多研究，又諮詢，又去了解，得出個結果咧，根本上佢哋都唔會理會，但係佢自己又唔去解決啲問題，所以令到整體嚟講，公務員嘅士氣非常之低落嘅。嗱，先係研究啱啱嘅研究人員啦，你哋收唔少都研究計劃費嘅喎，咁做咗之後，政府有冇聽先？嗱，
我想首先即係當然好贊成剛才高賢所講嘅嘢啦。咁但係我都想即係講翻一啲另外一個角度嚟到睇，即係其實政府有好多苦衷或者好多難處嘅。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由回歸至到而家咧，其實即係澳門特區政府咧係有好多即係新嘅工作或者新嘅服務咧係提供咗。咁而市民對政府嗰個期望咧都係大咗好多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嚟睇嘅話咧，就變咗有好多額外嘅工作咧係做多咗，而係需要多啲人手去做。嗱，當然我哋睇翻其實即係澳門頭先有啲數字已經俾咗市民睇咗啦。OK， 即係譬如好似澳門每100個人口咧就有大約 4.5 個公務員，咁而新加坡咧每100個人口咧只係得2.6個公務員啫。咁即係好似話啊，咁好似新加坡係即係少啲公務員可以做多啲嘢，嗰個效率好似高啲喎。OK， 但問題我哋從另一個嚟睇就係話，其實雖然澳門嗰個人口係相對鄰嘅地方係少，但係我哋唔好忘記我哋咧每年都有即係2000多至3000萬遊客係啦。咁所以呢啲遊客都需要我哋去控制啦，或者係去有啲嘅服務啦提供啦，同埋如果佢哋犯罪，我哋都要係有一個即係social control 啦，社會控制啦。咁所以即係喺咁嘅情況嚟睇咧，其實即係澳門嘅公務員唔係話即係做少咗嘢。嗱，仲有一個數字咧好有趣嘅，就話咧澳門公務員嗰個薪酬佔澳門本地嘅生產總值咧，原來只係大約係2% 啫喎，新加坡咧係10% 嘅，即係簡單啲咁講，澳門成個地方所製造出嚟，如果賺到100蚊咧，公務員嘅人工嘅開支咧只係大約佔2蚊，但係新加坡就唔係啦，新加坡如果每係賺咗100蚊嘅時候咧，公務員嘅人工咧佔咗10蚊，咁即係話咧。新加坡啲公務員嘅人工貴好多 ，OK？ 咁但係人哋工作效率極噶嘛。嗱，咁呢度咧，從另一個嚟睇啦 ，OK？ 咁所以嗱，從呢嘅簡單數字我哋睇到就係、是、啊，其實即係我哋有我哋依個澳門特別嘅情況。嗱，仲有一樣嘢就係頭先提及到話似乎即係好多市民，澳門市民話即係澳門嘅公務員嗰個績效啊、效率啊各方面咧係有待改善。但係我想指出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可能在座都會知道，在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咧，每一層級的公務員咧，賦予了一個職責俾佢，就會賦予了一個酌情權，俾個權力下放咗俾佢，喺佢指定的權力範圍裏邊，佢有一個話事權。當然，如果佢做得差、做得錯，佢要孭翻個責任，佢可能會受到懲處或者炒魷魚。OK， 好啦，但係澳門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嘅，澳門咧就是每一個不同層級的公務員，沒錯，他是有一個職責，但是他 每做一個決定，其實他都不敢話事的。他每做一個的決定之前，他都要再問他的上級，而他的上級又要再問他的上級。所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就是說好像一個小孩去砌一個積木，他每砌一粒積木都要問那個爹地，爹地我這樣砌法有沒有錯？爹地問阿爺，係啦，爹哋又問阿爺，咁你諗下要幾耐時間先砌完依幅積木咧？係咪先？所以嗰個嘅績效，我哋成日都話俾人哋批評，就係因為我哋成個澳門個公務員嗰個權力結構個職同埋權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安排，一個結構性嘅問題，所以令到咧好多時嗰個任何嘅決策、公共政策去草擬執行成個流程係拖慢。所有樽頸都去曬司長，甚至乎係行政長官，先能夠做到決策。嗱，咁我哋線上面有林生嘅，想聽聽林生意見先。林生，你有啲咩意見咧？精兵簡政。係，譚博士，啊，唔好意思，嗱，暫住，坐你30秒時間講講，琴日我打電話上嚟講，山頂謀財，山頂害命，驚換謀財，其實唔係話啲前線醫護人員嚇，絕對唔係，係講佢背後嗰個營運者，包括如果山頂的話，就梗係呢個衛生局同埋呢個社會文化司咧，鏡湖就梗鏡湖慈善會啦。佢哋一個咧就冇懶政，冇做好工作，搞到啲病人咧排隊喺山頂，未排到已經瓜咗啦。鏡湖咧就以錢為先，賺咗先，其他乜都唔理，最緊要刮削多啲。好啦，講完咁講翻今日 topic。今日 topic 就係、是。頭先我好贊成阿高議員嗰、那個論點就係、是，喂，公務員要叫做咩咧？叫做安居樂業啊嘛。佢房冇得住，
嗰份工幾時冇得簽約又唔知，即係不能安居又不能落業，佢點能夠全心全意咁面對你啦？唔使講啦，揾你發泄啦，係嘛？咁啊冇辦法全心全意為澳門服務，咁點能夠提高行政效率呢？啊，咁啊好啦，頭先阿陳博士講嘅説話咧，我又唔好意思啊，我唔係想駁你嘴。香港咧就780萬人口，咁啊佢公務員好穩定嘅，但係人數係180,000，一歷來都咁差唔多。咁佢除翻咧就啱啱線咧係澳門嘅公務員嘅比例嘅1/2，即係同新加坡差唔多大約。咁香港都有4,000+萬嘅遊客喎，每年可能有4,500萬，係啦，成5,000萬添，咪比澳門仲多喎。咁香港都要兼顧啲幾千萬遊客嘅喎，點解佢行政效率就可以高澳門一倍咧？係嘛？澳門你頭先，但係陳博士頭先覺得好啱嘅。澳門而家個好多個行政咧係架床疊屋，該謀其在其位而謀其事嘅咧做唔到，佢唔想做，佢做唔到。因為好簡單，澳門嘅畸形嘅社會環境同埋呢個政制咧係好畸形。公務員最緊要就係少做少做少做少錯，唔做唔錯，因為人哋話。去問行政長官問司長錯，行政長官同司長就去問中聯辦，中聯辦又要去問中央啊，然之後先覆翻翻嚟嘅。每一次都係咁樣，公民旅行、資訊旅行，總之旅行到不斷咁樣。咁你本來一秒鐘可以解決嘅嘢，你結果用咗10個月去解決，咁當然行政效率就拖拉啦。舉個最簡單例子，實際啲啦。大家話嗰、那個非法旅館話搞到好難搞嗱，高議員乜比我仲清楚，就係、是、呢個旅遊局，佢哋嗰個稽查旅遊局冇執法能力㗎，佢負責稽查，冇執法先，負責稽查嗰、那個非法旅館嘅稽查有幾多個，係10隻手指數得曬，係啊，咁佢。咁少嘅人手去稽查咁多嘅非法旅館，當然有佢嘅困難啦。佢唔係唔做，佢都有。俾佢查到，佢都唔敢執行啊！哇，大佬嗰啲雕龍雕鳳走出嚟，我你搞我劈你兩刀。係啦，冇錯啦。啊，或者今日唔劈，第日劈你一樣嘅啫。係啊，咪就咁咯。今日唔劈，第日認得你嘅僆仔，我劈你嘅咁。係啊，好啦。咁但係有執法能力嘅警察咧，佢又唔俾佢執法喎。咁點解會咁樣咧？呢、這個一定係有某些深層次嘅問題喺度。我啊想不到了，可能高議員同譚博士。我想啊，呢個問題等下一位袁生講好唔好？袁生，係啊，袁生你有啲咩意見啊？係你好。啊，咁啊，梗係大意見啦！我五家呢度啲咁嘅職位相邊就搞唔清嘅。啊，咩叫行政法務司啫？係，係咪先？你有行政法務司，有個文化司喎，啊，仲有個法務局喎。係。咁行政法務司講真嗰句咧，佢就即係類似咧，我哋嘅理解咧。就是假法律的事務而已，但他不知道是從政策和政治之間呢他是協助的，那為什麼不乾脆兩個部門壓縮一個叫做政務司呢？是吧？嗱，這個呢，高議員這個呢要裁的了，要按照建議要裁了他走的了，這些不怕裁的，那還有一件事喎，那他還有重疊的東西呢都很多的。哪些重疊啊？說了很多東西啊，好似一個嗱，人哋違規嘅車輛，咁咧佢你15天內咧佢唔罰30天或者一定嘅時間嚟唔罰錢咧，你要交俾嗰個叫做咩啊稅務執行局喎。係啊係啊，嗱呢樣嘢你又啱唔啱數先唔啱數噶嘛？呢啲係屬於交通事務局嘅問題嚟嘅。如果你喺法院又好邊度好，你判咗個錢都係交翻主金局噶啦，係先？佢又唔係做生意嘅喎，我交通事務局我做咩咧？唔係，我覺得呢樣嘢有個原因嘅，因為點解咧？執行單位又唔能夠收錢嘅，因為驚中間貪污落自己袋嘅。咁嗰個儲金局咧？儲金局唔咁呢個嘛，佢財政部門啊嘛。咁個儲金局個財政部門，佢點解佢法院判咗嘅嘢，佢可以嘅情況咧，全部交俾嗰邊咧？法院判你嘢，交法院唔能夠收錢啦，大佬。法院收錢用乜嘢法官亂咁判你真係？我知道佢交俾儲金局噶嘛，係咪先？咁你稅務局？同嗰個交通違章有咩關係啊？咁因為你罰錢嘛，錢呢樣嘢交通局罰咗你，就唔能夠交通自己收翻㗎。係咪先？搞到唔係呢個係要分開㗎，同你講，全世界都要分㗎。收錢部門要獨立，要有個監督㗎。仲有一樣仲搞笑啊！你好似就講山頂醫院成日講話人手不足，係啊，成日都話唔不足。咁啊，其實咧係事實上係不足噶，但係有啲地方好多嘅喎，又多咗出嚟嘅喎。係咯，公家部門咁樣，你攞呢個公家部門嚟做咩用啫？嗱，好多謝袁生，因為我有天氣報喎，入咗天氣報先講係嘛？天氣。
Let's call in. Let's call in. 哇！真係翻翻嚟，真係。其實澳門我就不嬲認為咧，有啲機構應該就要斬咗嘅，或者起碼將裏邊人調其他部門啦。其實你要評估嘅，即係將啲人咧，究竟每一個政府部門而家佢嘅職能、佢嘅工作、佢嘅服務承諾，加包括埋你點樣去解決市民啲問題啊？而家去到咩地位唔知嘅，因為你好簡單一樣嘢，連行嗰、那個咩SAF 啊，即係行政公職局啊，冇錯，行政公職局佢都唔知而家政府部門咧有幾多政府部門咧係用嗰啲古靈精怪嘅合約嘅啲咩包工啊，嗰啲三類購買服務啊，嗰啲咩一類長房，總言之一類就係公職金，佢嚟一類咧就合約。第二樣嘢，請一個公務人員咧有34行政手續嘅要行嘅，冇錯，34喎。咁我哋問嘅時候，你可唔可以簡化咧？啊，唔得嘅喎，呢啲嘢。咁你點樣話唔得啫？你可以修改噶嘛。以前廳長都請人啦，而家局長都請唔到人，而家要特首同司長寫，問你死唔死啫？嗱，而家鄧小姐喺線上面嘅，聽下鄧小姐講法啊。鄧小姐，係，你有咩意見啊？或者揾我哋啲議員啊，揾我哋啲專家回答咧？係啊，主持人你哋好，高議員你好，各位好。是啊，我想讲一下呢，是我是有个亲戚呢，舅父呢是帮政府租了成20多年嘢，他是基层的公务员来的。但是呢退了休之后呢是没有退休金同埋没有年资津贴的。他就合约了，真是。是啊，合约的。没有实位的。是啊，没有的，这些没有的，这些。我就想问一下呢，为什么10位公务员呢是有津贴，那为什么基层公务员呢是没有津贴？不是跟基层没有关系的。基層、中層、高層，如果你喺入職嗰剎那咧，係簽合約嘅，就即係冇實位嘅咧。佢嘅意思係應該係最多係基層利用合約制，所以嗰一班人咧退咗休咧之後咧就冇年資，又冇嗰個房屋津貼嘅。係啊，冇錯。但係實位又有喎。實位即係叫長俸制，就係你入職嗰剎那，如果係實位嘅長俸制咧，你就有退休金、有房屋津貼、有呢啲嘢。所以一定政府要統一咯，呢啲咁嘅福利。係啊，我覺得我覺得係十分唔公平嘅咯。我覺得政府唔夠一視同仁啊。係啦，我想聽下高議員有啲咩睇法咧？我哋其實咧係好長久以來咧呢幾十年咧都喺度講緊咧同工唔同酬嘅情況嘅。冇可能咧！現時今時今日啊，你請一個人用勞務合約咧賣欠報嘅時候咧，你唔知佢收幾多錢，唔知佢嘅咩福利。冇錯，係啊。最近咧，而家司長辦公室咧有好多員工咧，包括嗰啲咩顧問咩顧問咧，成900多點嘅。但係佢哋去翻政府部門咧，又收翻900多點喎。哇！有冇可能咁樣嘅咧？即係呢啲透明度不足，令到咧即係朋友仔有啲著數嘅嘢，你可以咧喺合約裏邊咧，包括可以雙程機票啊，是是是房屋津貼啊，可以去到5000元或者10000元啊，但係大部分咧淨係得2300多元。咁點解有啲人有成10000多元房屋津貼嘅咧？唔係呢樣嘢唔啱啊，因為你睇香港或者你我哋台灣都係可能你想俾好啲佢，但係你一定要透明度高。登廣告已經寫明㗎啦，你一定要咧話俾人聽，我哋請咗呢啲人咧，佢哋有呢啲福利俾我哋，一定要講出嚟嘅，因為呢啲係公帑嘅錢㗎嘛。係啊，冇可能你早話公帑啦，澳大澳科大澳門理工啊，請個教授都要登曬出嚟，你咪做曬嗰啲大細超咯，唔公平咯，黑箱作業咪咁。唔公平咯，真係唔公平咯。有啲而家啲顧問啊，司長辦公室啊，即係司長落咗台之後咧。那班顧問咧就落咗去邊度？嗰啲政府部門啊，空降落去喎，用私人勞務合約喎。但係你考咧就要從10000多人一齊考，公平咩？呢啲嘢唔啱噶嘛。所以變咗咧，你一日你施政冇透明度咧，你冇可能咧做到公平嘅，同埋變咗咧造成咗貪污嘅機會，因為你黑暗啊嘛，你明唔明啊？你政策性貪污啊嘛，呢叫做係啦，呢啲嘢使公帑養自己人馬啊嘛，明唔明啊，鄧小姐？明白你有乜嘢意见或者问我哋议员同个专家嘅咧？
系黄生你好。入到未？入到，入到，入到啦。OK， 谭博士、高议员同埋陈教授，全世界人身体健康啊！喺呢度预祝之前嘅圣诞快乐啦，总之新年进步啊，跟住咩啦？新春大吉啦，仲有系啦，仲有啊马农历新年马到功成啦，乜都好啦。总之啲贼唔好心想事成就得啦。OK， 嗱咁样。我哋讲讲咧，关于公务员嗰度咧。首先咧，我知道啊，高议员咧，以往咧跟开过嗰个关于墓地事件牵变成渎职事件啦，牵变成渎职事件啦，系嘛？因为啊，陈黎敏司长咧，啲已经送敏离放咗几多马噶啦，系嘛？咁嗱，其实而家终审法院得三个法院，得三个法官嘅啫。系我哋嗰个岑浩辉咧，今年冇换人，冇换到佢啦，系咪？啊，好啦，咁啊，跟住佢而宋敏利啊，同埋利马啦，系嘛 ，Villadolima 啦，咁好啦，咁究竟边个究竟系终审法院而家揸紧 fit 嗰个咧？嗱，据我所听翻嚟嘅传闻咧，就其实就宋敏利先系揸 fit 人嚟噶，唔系岑浩辉噶，你哋唔好睇得咁简单。好啦，因为点解咧？我哋最恐怕嘅咧，因为点解咧？我哋由初级，好啦，初级。跟住你跳到最尾嗰度啊！我唔讲嗰个乜嘢添噶啦，我讲到去到最尾噶啦，终审啊，最后个防线啊，危唔危险啊？得三个人，佢话放就放噶啦。嗱呢啲咧，因为点解咧？你知道澳门街嘅法律系有样嘢，咁香港就得五个人啫。但系咁、啊，谭博士，你要知道啊，喺判案嘅时候咧，嗱，我系好尊重法律。但系我未必要尊重法官嘅、哦，对唔住、哦，因为点解咧？你可以去到最后嘅时候咧，我睇唔到，我呢样呢样。但系咧，佢亦都可以用一种、哦，因为我哋嘅合议庭相信你有做过，你唔信我得唔得啫？你净点解要信我啫？你要摆我坐监啫？点解你有啲嘢你就乜嘢都睇唔到？嗱呢啲咧，我哋经常见到嘅。但系呢啲咧，法律系俾平民百姓。好啦，而家我哋讲翻高议员跟开嘅嘢。点解而家呢个渎职案？点解高议员你暂时唔见你出声？点解佢哋可以而家两年几仲喺度白收紧人工？一系你停职，你停薪留职。你系咪讲以谭伟文为首四位官员咧？即系讲谭伟文佢哋嗰扎啦，咁因为你系停职，停薪留职，一系你就翻工，翻翻你个技术员位，你先可以收人工，冇理由。佢而家停职，但系半薪定三分之一薪水。嗱，唔系六分五，但系咁、啊，有一个问题、哦，你而家陈黎敏交咗俾陈海凡，陈海凡作为一个监督实体，你点处理呢件事？但系咧，佢反而冇讲呢啲咁严重嘅问题咧，喺十大事件之一喎，喺澳门嗰个十大事件。但系佢冇讲，佢反而提出翻嗰个离谱法咧，未有时间，将会再推翻出嚟。哇，大佬你系咪吓鬼喺度？咁而家喺度搞啲乜嘢啦？好啦，而家你话讲公务员啊，好老实讲啊，公务员入边嗰啲里边嘅嘢啊，嗰啲邋遢嘅情况。你而家你睇點解啊？我哋啊個特首就同羅立文Raimundo Rosario 兩個會拗頸咧，一人講一樣咧，邊個委任李燦峰咧嗰、那個失憶噶？就嗱，老實講，我唔講佢係證人定嫌犯定乜嘢？你就譚莫佢哋邊個係嫌犯都好啦。但係一樣嘢，你證人你。單單一個失憶症啊，你都唔應該做局長啦。好啦，仲有邊個究竟係邊個擺我哋嘅羅立文咧？十五年唔喺澳門，佢又但係佢之前講話我乜嘢都熟悉曬澳門，不嬲都有接觸。後屘佢話我唔知道我離開咗澳門咁耐，所以我唔清楚呢啲事，所以我就我唔知係特區政府委任㗎，唔知點點點，我唔知佢同歐文龍事件有關。喂，老實講。如果你咁样嚟讲，你知道呢个职位咧，同我哋澳门啊土地啦、房屋啦，乜嘢最严重嘅问题喺晒佢嘅手度？仲有批工程，
呢樣嘢先最緊要。冇錯啦，就算你煽風啊乜嘢，哇大佬，你點樣去解釋呢件事啊？仲有你有乜可能去委任一個咁嘅人去做呢個位啊？我就算你就算冇曬人啦，你委任翻喺山頂啊，譚俊榮訪問嗰個 Tony 啊，都好過佢啦，應該。啊！南環嗰度成日咪攞$10嗰、那個，大佬你有冇可能做呢啲嘢？大佬呢啲咩法律嚟噶？究竟係咩一回事啊？你當時送文嚟，嗱好多謝你講生，我諗你依家跑咗題啊！因為今日我哋傾點嘅精兵簡政啫，我哋等下一位阿張生講嘢好唔好？嗱，張生，好啊，喂，點樣精兵簡政先？啊！嗱，精兵簡政咧，佢呢樣嘢咧，涉及到政治文化啊，就涉及到基本法中列明啊，特區政府有行政主導權，跟住咧就可以維持葡國個法律咧啊，係涉及呢樣嘢最大啊！嗱 社會上咧流傳咗啊。各政府各部門各自為政啊，各自為政。我依家解讀，我一陣間又解讀嗰個法律制效啊。啊，各自為政咧，啊，葡國統治你澳門咧幾百年咧，455年咧，就係即係啊，澳督咧有權行使行政法規啊，將大權咧下放俾各級啊司長。局長係當年叫係用嘅個澳門組織章程係咁寫嘅，啊係咁寫，但我同你解讀先，之後你先解讀啦嚇，啊跟住咧將大權咧下放俾各級局長啊司長，只係具有專業文化管治水平個話事權，即係總之咧佢個司長咧。啊！咩事都可以決定嘅，呢、這個就各自為政個根源啦。跟住咧解讀澳門個法律制效，咁樣咧回歸前咧所有訂立個法律咧，任何人不得提問，任何人不得質問，所以咧佢就冇呢個法律體制運作。咩叫做法律體制運作呢？即係話，好似社保咁樣啊，2013年之前所訂立個嗰、那個啊，即係老人家啊同意簽提前申請攞所簽個法律文件咧，老人家要遵守法律啦個承認個2000蚊嗰個攞唔足啦跟住咧就2013年所提升個1000蚊咧，照法律體制個解讀咧，就係話嗰年咧應加提升1000蚊咧，應該個個俾足噶所以咧葉炳權咧，佢啊採用個法例體制照翻個法例體制咧，照翻個節數俾人唔教個節數。我諗你有少跑題，而家精兵簡政傾緊，唔係傾呢啲嘢喎。咁你覺唔覺得而家政府有太多人要裁員先？咁樣你嗰啲高官噶，嗰啲庸官噶，嗰啲庸官佢對呢樣嘢係唔明啊嘛，唔明點解會有個精兵簡政咧？咁你覺得精兵簡政有冇可能先？唔係嗰啲庸才個議員佢都唔明咯，寫住個理想又唔明咯。怎會有個精兵簡政出嚟呢？是不是？ OK， 好多謝你張生，因為電話太多了，我等第六位打電話入嚟嗰位，應該馬生，是馬生。咁多位好，我第一次要多謝咧，我唔可以講，我打緊電話嚟咧，嗰啲同事好好人，好好禮貌，好多謝佢哋先。係，第二樣因為個高議員咧，我唔介咧幫公務員手，除咗高議員之外咧，冇乜邊個會幫到手噶啦。嗱，啱先高原讲得好啱噶，我见到有啲朋友食咗粮，人即是冇退休噶，我见佢喺酒店洗碗洗碟，即系同人争饭碗啦，大佬退咗休应该享受，佢争饭碗，佢边度讲唔通啦？第二样嘢，我想求高议员咧，好多99年食粮嗰啲朋友咧，嗰啲我啲阿叔啊，嗰啲啊蒲哥食粮的食粮嗰啲啊，欧罗又低。而家2200蚊又 cut 埋佢，我哋好多朋友都希望高原有機會同特首或者同大陸政府開會咧，
可唔可以佢翻？我唔介收翻啲钱，因为佢哋不嬲都系我唔介做公务人员，未试一日都未试过葡国做嘢。可唔可以？即系我觉得困难好大嘅，希望高议员咧有机会咧同特首或者同大陆政府阿爷讲下咧，有冇机会？哇，好多人都想翻，因为欧罗好低啊，因为而家啲人年纪大咯。年紀有好多人要幫啲小朋友，又唔係啊，哥哥阿馬生嗱呢樣嘢我就唔幫你啦。係，因為當年咧退休金分兩年攞嘅，你可以揀喺澳門退休澳門攞，又可以揀喺葡國退休基金葡國攞。唔係嗰陣時係強迫性嘅，好似係聽冇強迫性，因為我好多同學本身咧，因為佢哋係華人。葡文又唔係幾好，就留翻澳門攞嗰啲，全部就雞犬升曬天啦。佢講緊嗰啲咧，就係回歸前退休咧，就唔能夠收回歸後嘅退休金。係啦，冇錯啦，冇得選擇。出問題出呢樣嘢啫。出在呢度。咁你有冇？而且仲有一筆回歸後喺葡國收啲咧，其實你問我做中國政府咧，我都好嬲嘅。你明明對我冇信心，你先走去葡國收啫嘛，仲將錢搬去葡國搞個退休基金喺嗰邊收。咁而家你嘅眼光睇衰咗。即等於你買澳門樓，又買大陸樓，又買葡國樓一樣。買澳門樓又升，買大陸樓又升。結果你買葡國嘅樓，佢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咁你怨邊個先？而家呢樣嘢嗱咁樣啦。不過咁樣，嗰度咧有個界線嘅，因為要分回歸前、回歸後。但係佢哋嗰班咧，即係退休人士咧，係回歸前退休，不能夠收。任何的情況之下，回歸後特區政府的退休金，咁呢個原因又喺邊度咧？有主權，因為主權轉換嘅問題。兩個國家談判嘅時候，葡萄牙政府嘅時候咧，你係喺葡萄牙嘅主權下邊。而家特區政府係中國嘅政府，地方政府。咁你冇理由幫葡國華政府打工去攞中國政府嘅錢噶嘛？就算你要都攞唔到。你要嘅話，同你嗰個違反國際法、違反中葡聯合聲明嘅。嗱咁樣啦，喂，你明啫？喂，第二樣嘢我想求下高原咧，喂，係有第二樣嘢就係，你阿高原你幾多好唔加咧？好多 cut 咗嗰啲2000多啲公務人員。係啊係啊，呢個希望高。呢個我哋做緊嘢嘅，做緊嘅，做緊最好啦。做緊嘅，你可以放心。多謝曬咁多，我哋做行政長官。嗱，同埋第二樣嘢咧，而你講徵兵嗰個嘢咧，喂，係你講，你講徵兵嗰個認真好唔掂當嗱，好似淨係交通部咁計啦。你先問啊，汪文局長話黃線唔俾泊車，好啦，啲車泊喺度，有啲話佢塞住人架車，打電話去交通部。咦，唔係喎，交通部話誒汪文話交通部話大佬搞到市民唔知打喺邊度先投訴到。搞到亂其實就將權拆咗兩橛，咁冇錯啦。舉法人咧就喺交通管事務局，但係執法嘅就喺交通部、警察嗰邊。即係兩個唔同司長嘅。但係咧，如果係執的士咧，就係交通事務局。但係交通事務局咧得四隻貓仔，冇錯，佢係執唔到啦。係啦，嗱咁啊，馬生啊，好多謝，我哋先睇睇廣告先啦啫。人資緊張，服務欠缺。孕妇产检能否到位？唐氏筛查的检测点先为之准确？一个产检的单项检测，点解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卫生局在事件中的回应快速，又能否提升市民对当局的观感呢？聚贤同心协会会长梁玉华、妇联常务理事何欢颜。1月12日星期一晚上7点，仍要出席莲花卫视澳门开讲，同主持人李若莹以及观众一起倾倾关于医疗服务的话题，期待你的参与。开讲有话，人力资源你怎样去善用好呢？那个楼价未来呢就有一定压力了。哪些是优先的，哪些是落实到的？葡人文化是几咁重要。怎樣去關心學生的營養？話事有計，諗周到周全啲，係做多好多嘅呢個部分。點樣去打擊而家嗰個通脹嗰個問題？無論如何咧，係應該要平衡，就是一個爆炸性的增長。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澳門開港，歡迎你嘅參與。啱咯，所以而家。好再翻翻嚟啦！我哋前兩面仲有好多電話，謝小姐。你好，你好，譚博士，譚博士。有咩意見啊？又拆下嘅電話收唔收到？收到，收到。請講。OK， 咁啊嗱，有因為咧，我就
覺得我哋嘅政府咧，佢要講嘅行政架構啊，同埋佢嗰個即係要精英嘅團隊啊，我覺得佢仲未精英，佢個架構仲未係咁清晰。因為咧，我曾經咧喺前日咧打過一個電話去問一條法律嘅問題，竟然五個電話你掟俾我，我掟俾佢，佢掟俾佢，掟咗五次，我先係揾到呢個答案。咁樣我覺得佢哋嗰個所謂嘅新班子行政改革咧，咁佢要喺下面嘅公務員咧個服務精神咧就要提升。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呢個陳麗敏司長咧，佢離職之前安排曬佢所有手下就咁架空去咗呢個民政總署。我哋民政總署澳門嘅居民咧，好多都要考試先入去建功嘅。點解會佢就咁樣吩咐好曬佢啲手下可以就咁樣過去民政總署？咁我希望咧，現場嘅嘉賓咧可以討論同埋解釋一下點解會咁樣做。即係嗱，高小姐你答佢啦。其實佢應該阿謝小姐講緊嘅就係一班。其實每一個司長都有份嘅，即係佢自己司長辦公室請咗啲人翻嚟，咁而家啲司長咧做唔做啦？咁連埋嗰個辦公室主任都要走啦。但個新嘅嗰個司長唔要，冇錯。咁佢哋嗰班應該點咧？咁佢哋咪用部門安置咯，空降係咯，空降去啲政府部門咯，係咯。咁係咁樣嘅情形，但係咧對其他啲澳門市民咧考政府部門唔公平咯，即係有呢個情況喺出現。即係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實係需要一啲法例嚟去監管咧，應該保障，應該有法律保障啲舊臣先啱㗎。係啦，有要有啲制度。因為如果唔保障舊臣嘅話，我鬼、就是、鬼做公務員。就係因為冇呢個制度，冇呢樣嘢，變咗咧佢哋即係其實原則上咧，佢係辦公室請翻嚟，佢係有個合約。係啊，咁嗰個合約完咗，或者個司長換咗，換咗，咁佢點咧？一要處理噶嘛呢啲嘢。但係而家咧就有啲矛盾咧，就佢空降咗去第啲政府部門咧，變咗嗰個矛盾咪出現喺度咯。有咁我考民政總署，我要同幾千人一齊考都考唔到，你係嗰邊係空降咗嚟民政總署，咁變咗唔啱。其實民政總署有好多問題喺入邊嘅。其實民政總署已經變咗個垃圾缸啊嘛。乜嘢倒落去啊？其實以前都有澳大垃圾缸啦，理工學院係垃圾，即係收容所咁樣嘅，收曬收妖袋，嗰啲叫做市場唔要嗰啲咧，就擺喺度。咁而家咧就變咗行政有官辦公室又有徐禮行喺入邊啦，跟住司長嗰度又有幾個噶嘛，仲有政策辦公室咧，即係冇咁外眼啊！即係嗰啲收容所冇咁外眼。仲有個可持續發展研究室。嗱，我哋下好多電話，仲有下面仲有黃小姐嘅。王小姐，系你好，你有咩意见问我哋议员啊？谭博士，你说嘛？您好，高天慈议员好，还有陈教授好。我想讲一讲，让高议员要跟进的。对，说吧。跟进就是前线的公务员是很辛苦的，对，他们人工加的又不高，对，编制内编制外，大学毕业以后还没有人家那个赌场那个。高中都不读的钱多，庄家客官。现在问题说，你怎么样青年人往上流动？陈立民搞了这么多爷，真的现在的特首怎么去改正这些精兵简政？你弄得乱七八糟，你给那个年轻人呢，好像临时工啊，做公务员呢、啊，活不少干。前线的公务员很辛苦，有的这个外头这个群众来说，公务员做多错多，有的不了解的。系啊系啊，真的年轻的公务员大学生做也是很认真的，宁愿自己加班做，没有人工收都做完了，有的不知道的。系啊系啊，看不见的。对，可能高议员最了解的很多。对，那个陈教授他也是很专业人士，谭博士你都好专业了，所以。陈立民留下的后头这些个事情，这现在的官员怎么改正？对，好，谢谢你，黄小姐。其实呢位打电话上嚟嘅女士咧，其实佢讲一样嘢好简单一样嘢，今时今日超市工作都唔俾钱，系咪啊？而家好衰啊！唔俾就唔俾噶啦。跟住咧，你再嘈咧，咁我唔做你嘅藥，係，就解僱你咯。咁簡單，即係對於嗰個合約嘅公務員講係好唔公平，唔依法做事。嗱，我下一位又係黃小姐，好似係下一位黃小姐，唔該你講嘢啊，黃小姐。喂，係黃小姐，你有咩意見啦？發表或者問我議員啊？嚇，我想講講咧嗰個關於嗰啲位。喂，你熄個電視啊！電視干擾。
幾時識？翻咗佢先，快啲。嚇、啊！你講而家。係啊，我想講下關於公務員嗰啲散位嗰啲咧。嗯有啲做咗廿幾年，第日走嗰時咧，咩都咩都冇補償。係啊，啱先我講咗噶啦。嚇，講嗰啲咪嗰啲我啱啱先幫我一個老師慶生日，佢就幫極政府做咗廿年，係啊，結果乜都冇嘅，係啊。咁咧，即係我就希望咧，阿高議員咧就可以幫我哋爭取下個，會嘅，我哋會出聲嘅。房屋津貼啊，你留意下喺立法會咧，我會喺度講嘅。係，同埋唔係今時今日講嘅，已經講咗好耐，冇可能咧冇年資津貼同埋房屋津貼嘅。一定要顧及啦！一視同仁，如果實在有，佢哋都應該有嘅。係，啱，唔該曬你先啊！你奉獻啊嘛，係啊，呢個一定會追嘅，係冇咁講。嗱，而家時間就好快，已經到51分啦。OK， 我係咁多啦，唔該曬啊。好，我哋要唔要翻翻轉頭做個總結先？總結先由阿陳教授、陳卓華教授你講一講先啦。OK， 好。咁頭先聽咗好多市民打入嚟啦，其實我諗個問題癥結喺邊一度咧？嗱，其實我哋睇翻即係鄰近地方，譬如好似。新加坡啊，或者香港，或者係一啲西方國家，佢哋喺嗰個嘅即係政府嗰個嘅改革，或者職能重組，或者流程再做呢個過程裏邊咧，有一啲嘅巧妙嘅地方嘅，就係點樣樣咧？就好似將一個政府部門咧，就睇成係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個大公司裏邊好多唔同嘅部門。好啦，一個大公司點樣能夠激勵每一個細嘅部門能夠即係增加效率同埋即係增加？output 即係產出咧咁，有 vision 噶嘛？冇錯啦，咁咧就係話咧，有願景先得㗎。我哋睇翻就係話啊，我哋譬如 A、B、C 三個部門 ，OK， 嗱，你為你下一年你要定立一啲嘅工作嘅目標 ，OK， 譬如話每一個部門定咗啲工作目標，跟住我哋再睇下，咦嗱，譬如舉例房屋局 ，OK， 我哋睇翻成個亞洲其他政府嘅房屋局係大約做啲咩嘅，有啲邊個？國家的政府的房屋局是做得特別好的，我們就去 benchmark， 即是參考一下其他國家做得好的房屋局的部門，他們每一年是做些什麼，每一年有多少的產出，他們有目標管理的，定一堆目標做了多少個的，是的，沒錯。然後呢，好了，我們參考完這些優秀的例子之後，我們放在澳門的房屋局，好了，你現在為了你下一年的你定多少目標，譬如說 OK， 我定了五個目標，然後就寫下去，跟住到下一年嘅時候睇翻你有冇做足依五個目標，依五個 program， 仲有唔係話你話有就有，而係仲有啲客觀嘅指標嘅。有啲做唔到㗎，譬如萬五個單位，佢做到5000個，佢都話有做到㗎佢。係啦，容易啲。即係要數量化，要量化。係啊，要量化㗎全部。好啦，咁如果你話咦，我喺原本有嘅金錢嘅數目裏邊，我能夠做超出我嘅指標，得啦，嗱你有獎啦 ，OK， 你有 bonus。冇錯。咁獎勵你嘅時候咧，可以即係。其實有些政府咧，外國啲嘅政府部門咧係有獎金嘅，俾現金嘅，公務員都有獎金嘅，即係一間私人公司。好啦，如果你話除咗獎金之外，有冇獎品咧？有，就係獎勵你多啲人手。OK， 你既然做得咁好，我俾多啲人手你下年嗱，咁樣有一啲嘅客觀嘅即係績效嘅評估咧，先至能夠可以判斷到每一個部門係咪善用每一個人。同埋仲有補充一點就係話，而家我哋咧。即係澳門嗰啲嘅啊，頭先講過有長即係實位同埋散位。其實好多時咧，有好多朋友話我聽，即係實位嗰啲嘅同事咧，諗住即係做下沙龍唔做沙龍咧，反而咧係好 hea。係冇錯。反而嗰啲嘅係啦，內部管理一定係內部。內部管理管理點解而家山地咁差咧？衞生局咧就係內部管理咯。你唔管人哋咪撇咯，唔理你用咩合約請噶嘛。同埋好得意，合約都可以撇噶。就係政府好得意，即係嗰個上司就你係舊人，你又 hea， 你又咩都唔識就好啦。不如我請啲新人翻嚟，但係新人就用合約，新人咧又叻又識新嘅嘢，但係咧佢就做到死咗，又人工又差或者福利又差。咁反而嗰個舊人咧就佢話我唔識新嘢啊，我唔學啦，咁就撇咗喺度。點算咧？依個問題。現時咧，而家關鍵我哋特區政府嘅競爭嘅能力嘅就係管治嘅能力。係啦，冇錯。你嘅管治能力差，你做唔到司長，你咪落台咯。點解我哋15年啊十蚊仔做大人嘅事咧？點解我哋嗰15年咧，我哋十年係咁樣咁差咧？就係因為管治能力低，施政透明度不足，變成咗濫用職權。濫用職權係邊個開始啊？咪又係司長。嗰啲前線點會濫用職權？跟住咧就當前線嗰啲公務人員係奴隸，用合約制。首先咧請翻嚟嗰陣時咧就一年制，跟住佢唔聽話咧就6個月，再唔聽話咧就3個月，就佢唔可以卷宗嘅喎。佢如果可以卷宗，咪透明度高咯。佢唔係，佢用嗰啲
旁門左道嗰啲鬼鼠嘅嘢咧，三個月之後咧就炒咗佢魷魚。所以咧，同工同酬同福利兼夾施政透明度，所有啲合約公佈出嚟。點解有啲人嘅合約即係勞務合約請啲公務人員咧有萬幾蚊房屋津貼咧？你解釋俾佢聽，點解唔係二千三？點解佢有機票嘅咧？來回機票嘅咧？點解佢做緊司長嘅顧問咧？可以去到政府部門又做顧問嘅咧？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咧，全部咧。其實你問我司長知唔知啊？佢哋知啊，只不過佢冚啫嘛。佢冚得幾耐啫？遲早市民都知噶。嗱，好多謝高議員同埋陳教授俾我哋咁啊咁坦白咁講啲意見啦。咁我哋節目今日到此為止啦。開心見成有你，你有你講。下個禮拜日一咧，我哋會討論個就孕婦嘅產檢問題。就希望大家下個禮拜一繼續睇我哋節目。仲有而家各位觀眾唔好。